那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最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你们可以买到预购的版本，因为之前是应该是两天前就不能再买这个版本了，对，所以你现在买，因为它的精装跟瓶装说实在也一样价钱，帮我们拿高，就是它，你有看到，它其实是35厘米的底片，对，这个就一般的拍电影的时候，其实底片就是装在这盒子里面的，然后再装进机器，就你现在买就是已经是瓶装版，但你如果就是今天在现场的话，你还可以买得到这个底片盒啊，如果你还在念书，可以蒸便当啊，你如果有抽烟，可以当烟灰缸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拖完时间之后呢，也培养好我们的体力。准备要最后冲刺这首歌曲，这首歌现场呢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跳，包括我母亲。你不会要请你妈妈上来跳吧？你这个……但我妈今天应该不会理我。对，没关系，如果想要跳的自行上台了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比例在比例，社长，靠你们两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副歌的部分哦，自己慢慢的自己。你看，今天台比较松，好不好？7万多人的场地很大，所以你在台下的时候帮我啊夹一下。OK， good。自由发挥，三 D 武力诠释。One two three， 到了 eleven， 嗯。对不对？要拱他们跳这个，结果大家都如此的冷静，看我们在台上跳。对，因为这是我们讲好的。
天哪！还是你要叫几个上来？哎，刚刚有跳的、哦，大家都会跳吧？这个舞蹈已经简单到你只要有力气就能够跳了出来了。这真的是要舞出生命才有这个机会，它不难，但是要看你有没有心。右腿有因此变壮吗？测试看看你好嘞。啊，我吗？会不会跳？你加看看。Let's go。怎么变成我啊？奇怪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好 ，Let's go。预备。好。加起来。加哪里啊？就这样。哦。加起来。夹起来。不是，这是打开。哦，是往前、哦。夹起来是这样子。哦。对。好难哦。五六七 ，Let's go。Battle battle 速度、欸。我怕他以后会拒绝主持签唱会。哦、真的吗？然后签唱会还要被考舞蹈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太难了啦。就只有这场 OK 了。好了，那现在要请这个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往近一点好不好？我们让自由发挥跟大家合照。